五月二十八日，网传杨紫、李现主演的《国色芳华》停拍，疑似华策资金链断裂，引发网友热议。有营销号把华策目前两部备受关注的待拍剧不同时间的暂时停拍情况放在了一起，营造华策资金链断裂、剧可能拍不下去的情况，令不少不明情况的剧粉、观众、网友对《国色芳华》等剧的拍摄情况产生担忧。 关于杨子李现主演《国色芳华》停拍的消息，之前就有出现过，并且剧组也给出了答复，是剧组转场的缘故。这件事是早在上个月就爆出过了，这个月炒旧闻，而且是不实言论，不免让紫米怀疑是有人故意为之。毕竟下个月底《国色芳华》就要杀青了，杨子目前也有一部备受关注的大制作《生命树》正在接触他，目前还没有确定下来。 网传什么的都有，这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不免让人多想。当初杨子为了《国色芳华》放弃春晚舞台，如今又怎么可能会让这部剧出现问题？杨子的剧因为男主毁了这么多部，又怎么会允许因为剧组资金毁掉这部剧？如果《国色芳华》真出问题，杨子李现必定会直接接盘，从搬砖演员成为投资人，助力全剧顺利完成。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作为一众待播剧中最受瞩目的古装剧之一，杨紫、张晚意等原班人马主演的《长相思二》在鹅场站内预约人数即将突破六百万大关，热度再创新高后，剧集的档期就自然成为了大众所关注和热议的另一个焦点。而伴随着刘亦菲的新剧《玫瑰的故事》的播出时间确定在了六月四日后，原本就作为其接档剧的《长相思二》的档期也将再度提前。 按照《玫瑰的故事》三十八集的体量来说，长相思二最快将会在六月底上线，这无疑是给了所有观众一个大大的惊喜。要知道，长相思二在延续了第一季精美的服化道、精良的制作外，在阵容上的人气和实力，以及全新剧情的看点上，都有着更为实质性的提升，绝对又是古装仙偶天花板的水准。首先就是阵容上，虽说第二季依旧是杨紫、张晚意。 邓为、谭健次、王弘毅以及戴路娃等原班主演阵容，但在经历了第一季的热度加持和磨练后，每一个人现如今的实力、人气以及对于剧集的影响力，确实不可同日而语。担当女主的杨紫，在通过《要久久爱》《承欢记》等剧的提升后，已然成为了最能扛剧的“九十花”，个人的流量属性更是达到了又一个高峰。而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等四位男主。 在《长相思》后，也都迎来了新的事业腾飞，不仅人气爆表，而且更是男主剧不断。因此，有杨紫领衔的这套原班阵容在，不仅在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剧情和角色完整性，而且各自高涨的人气和热度，也能为剧集注入更强的流量属性，让《长相思二》有了开播就制霸全网各大榜单的额底气。再者就是剧情上，根据此前的拍摄路透以及参考原著内容的前提下。 长相思二在以第一季大结局为基础下，也将有着更为虐心也更为精彩的全新剧情。小妖为枪炫下架赤水风龙，却遭到了防风被的抢亲。枪炫为破心魔，在爷爷创造的幻境中斩杀涂山璟，还有诸如香柳、赤水风龙的相继战死，每一个原住民场面不仅都得到了完美呈现，而且是看点一个接着一个，让人应接不暇。 在原著的基础上，长相思二也有着一定的改动，就比如涂山璟二次下线改成了是陈荣新月等人而为，涂山璟也并非被相柳所救，而改成了是通过小妖给予的药丸自救，以及涂山璟和小妖最终归隐的地方也从海上改成了林间等等，这些小改动在不影响整体剧情格局下，也是带来了更多的变数和未知，提升了剧情的看点。 当然了，具体的播出时间仍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但若能作为刘亦菲《玫瑰的故事》的接档剧上线，在本身就还有着第一季的热度加持，主演阵容更强的流量号召力，以及更为精彩的剧情，《长相思二》开播后，无疑将再度掀起非常火热的追剧狂潮，甚至是将提前将暑期档剧王的桂冠收入囊中。届时，参考第一季超强剧集红利，《长相思二》显然将带给杨紫。 张晚意等一众主演更多的热度加持，让每一位主演都迎来新的事业篇章。特别是对于杨紫而言，长相思二若再度火爆全网，那杨紫将再度坐稳暑期档流量女王的位置。近日，生命树、杨紫、白宇主演登上热搜。二十七日正午，阳光影业发文回应表示，生命树、樱桃、琥珀、雨霖铃、命悬一生、德贤锦致等项目。 均在前期筹备阶段，一切项目信息请以官方认证渠道为准，请勿轻信其他网传消息。一次辟谣回应，宣传了自己的五部剧，懂宣传还得是正午阳光。对于网传消息，杨子粉丝坚持的态度也是非官宣不约。毕竟前不久杨子自己也在直播中表示了自己的下一部剧还没定，这个态度跟正午阳光的辟谣其实也算如出一辙。网友评论说。 要不正午直接官宣算了，不然大家肯定一直猜猜猜。正午阳光辟谣的五部剧，目前网传《生命树》、杨紫、樱桃琥珀、赵金麦、雨林林、杨洋已官宣。命悬一生尚无得闲紧致肖战，可是豆瓣页面上，除了《雨林林》已经官宣的杨洋,洋主演，剩下的四部只有《生命树》的页面显示了主演是童瑶，其他三部剧的主演位置都还是空缺。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部剧集的成功与否，往往能在短时间内被放大并迅速传播。正午阳光作为中国电视剧行业的佼佼者，一直以其精良的制作和深入人心的故事赢得了观众的喜爱。然而，即便是这样的金牌制作公司，也难逃市场和口碑的双重考验。正午阳光这个名字在很多人心中代表了电视剧的高质量保证，从《琅琊榜》到《伪装者》。 再到《欢乐颂》，每一部作品都曾掀起收视狂潮，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然而，正如任何行业都有起伏，《正午阳光》也面临着自己的挑战。《相逢时节》、《欢迎光临》、《猎狐》以及《欢乐颂五》等剧集，尽管出自名门，播出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播放量和口碑均未能达到预期。一部电视剧的成功，从来不是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它需要一个精心编织的故事。 一群才华横溢的演员，以及一个能够触动人心的主题，但即便如此，市场的反应往往出人意料。《欢乐颂五》等剧集的播出，让我们看到了，即便是正午阳光，也无法保证每一部作品都能成为爆款。播放量和口碑的双重下滑，对正午阳光的金字招牌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个看脸的时代，演员的选择往往能决定一部剧的生死。正午阳光的剧集。 因其精良的制作和深入人心的故事，吸引了众多演员的加盟。然而，随着一些剧集的播出效果不佳，我们开始反思演员迷恋正午阳光的大场效应，是否过于盲目？是否真的每部作品都值得投入？这不仅是演员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整个行业需要反思的现象。提名《亲爱的热爱的》里面好多自娱自乐的经典的镜头啊。 第一个，韩商言第一次亲童年剧本上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拍的时候没有告诉杨子，导演让李现临时发挥的结果，杨子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表现的非常完美，完全就是情窦初开小女孩的样子。然后导演看这招有效，就如法炮制，让杨子在李现不知道的情况下突然冲过去亲李现，结果李现看到杨子跑向他，完全不所措，后退了好多步。 杨子去亲他的时候，也把头一直往后偏。李现在花絮里对导演控诉：“你这招对他杨子有效，对我没效啊！”杨子，我的脸都丢尽了，你这么嫌弃我是什么意思？还有飞机上童年偷亲韩商言，当时我看的时候觉得好自然好甜啊，但是李现笑得一脸皱子，是不要形象了吗？后来才知道是李现故意调戏杨子，不让他亲到，所以一直把头往旁边偏。 但是杨子把安全带解开，李现没料到，所以当时笑得一脸皱子。导演也不忍心剪掉，就成了经典镜头了。在综艺节目《灿烂的花园》当中，张颂文在征得管理人员的同意之后，打算锯竹子送给大家。他还表示会教大家怎么盘竹子。张颂文还提到了之前的一次活动中，他用竹子准备了礼物。凑巧的是，当时紫竹这个礼物刚好是杨子抽到的，当时这件事便登上了热搜。 这次的综艺节目中，张颂文再次想起了这件事。近年来，“明星同款”“明星穿搭”等词汇频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明星通过自己的时尚穿搭吸引了大众的目光，成为了时尚的引领者。而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明星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无数网友所关注。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各种“明星同框。明星晒照”更是刷爆了朋友圈。五月二十日这一天。 本来是个平平无奇的日子，却因为五百二十谐音我爱你被无数情侣所认可，成为了又一个情人节。许多情侣在这一天选择表白、结婚，而在明星圈中，也有不少明星选择在这一天晒出自己的甜蜜照片，与粉丝一同庆祝五百二十。杨子作为当下的人气小花旦，自然也是少不了的。不过与其他明星不同的是，杨子并没有选择晒出与男友的甜蜜合照。 而是一组自己的时尚大片，一改往日的甜美形象。这一次的杨子不仅展现出了干练利落的一面，还十分大胆地尝试了齐刘海造型，俏皮又时尚，完全 hold 住了这个五百二十。